麻煙噶。哇！萬一有咩事，咁我哋點過嚟得去啊？裝修及維修嘅公司，如果攞到職安健升級企業嘅資格，工人做嘢就更加安全啦。裝修及維修商可以獲職安局資助，購置防墮系穩裝置，派工友接受免費安全訓練，完成後通過審核就可以成為職安健升級企業。咁我哋做嘢放心曬啦！我哋揾佢嚟裝修都安心啲。